我哋而家嚟到呢度 ICC 啊，咁啊左转去个停车场嗰度啊，今日上嚟 ICC 咧晚餐，中菜啊，食中菜啊，波士厅嗰度，波士厅啊，好朋友今晚请我食饭啊，而家公众宣布咗佢缩唔到沙，转入内部啦，你个好朋友。嗱，見唔見到啊？君臨天下啊！嚟到呢度停車場，冇開門。唔係，嗱，而家我哋嚟到呢度啦，正門。左轉，隨後立即向左前方行駛。正門入口啊，係咪呢度 U turn 咧？嗯，直上去，唔係向左前方行駛。随后到达目的地附近，到达 ICC 国际商会附近，目的地在你左侧。本次导航结束。嗯，全部摆喺度，我哋行落去。呢度啊？嗯。但呢个卡。我哋今晚嚟呢度 Boss 廳食飯啦！啊，呢度咧就已經係101层嘅高度啊，非常之高啊！呢度呢度係距離地下千幾尺。你今晚嚟呢度咧食晚飯，呢度就係元芳101大廈呢座。而家我就坐喺101呢度高度，但係咧高度咧就1200尺咁高。我而家坐喺呢度，望落下邊就1200尺咁高。101层樓呢度就係我坐。这个就叫做航空手撕鸡，是小食来的。它挺漂亮的。第一个菜今晚来到了，第一个菜。这个手撕鸡特色的青瓜加点甜。头秋银鳕鱼。这个是银鳕鱼。頭抽雲柱，多謝曬。因為咧，因為我哋都晚市咧都唔係話咁穩定，所以就幫你推廣下啦。係咯，啲過嚟係啊係啊，多謝曬。150蚊呢個，158蚊，我哋叫咗三份。頭抽銀鱈魚，但係呢個銀鱈魚又唔腥喎，都幾好味喎。因為你啱啱食咗係嘛？睇下你。因為平時咧，我個工人煎咧就有啲腥味嘅，呢個又唔腥喎。幾好味嘅，又熱咧，夠熱。嚟呢度兩隻啊嘛。兩隻九蝦，九重塔虎蝦。呢個係叫咩啊？新加坡奇香粉絲大虎蝦煲。大虎蝦煲啊！奇香粉絲大冇粉絲嘅個好像少少嘅，有少少係啊，少少。奇香粉絲大虎蝦煲。兩隻大蝦。兩隻。嗱，有啲粉絲啊，逐漸底，嗰只蝦都好大隻，特別好難食。呢個咩菜心啊？上湯魚湯，魚湯哦，呢個千層魚湯千層菜心啊。佢啲嘢都唔錯，都幾好味嘅。呢個咧就係陳皮紅豆月餅，我哋今晚就嚟呢間101試下 Boston 廳試下，如果好食咧，我就買一盒翻去，一盒有4件，398蚊一盒。嗱，呢度就一個啦，迷你嘅添。
O、okay, K， 你試下試下，試下啲味道好唔好？係我呢、這個，好似香港味啲味，個碗咁多嘅好似香港十嘅味。點好唔好味？好大正常味嘅。O K 係嘛 ？O K 係嘛？都可以嘅啊，一於咁話。幾香喎、啊！陳皮。一陣間買一、買一盒。你真係好香喎、啊！啲陳皮。各位朋友，我是 Money Chan， 多謝各位，多謝各位咁耐支持我的頻道，同埋介紹俾啲朋友睇，等我再多啲拍，有乜嘢唔啱咧，大家指點下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